林海卫坠自杀了。上面说是他调包了徐茂的药，为了杀宋小姐。不用看了，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一场谋杀。谋杀？你怎么天天跟魏雀一样啊？开口谋杀，闭口谋杀。死者右腕刀割痕迹较浅，很显然，作为一个医生，他应该很清楚怎样割破自己的血管，才会让血流得更快、更迅速。那也许他就是用左手割的呢。东西都放在左边，他是个左撇子，左手应该更顺手才对啊。死者的流血量低于一个普通正常男子，昏迷的时候再割腕就会这样。啊，他是被人从楼上拖下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鞋上有摩擦过的痕迹啊。走，带你们去找新证据。这儿有一个凹痕，是他平时常坐的位置。这儿有新鲜的咖啡渍，说明昨天晚上有两个人。强迫症的人是不会把杯子洗完没有擦干再放回去。这指纹呢？早就被洗掉了。有一个东西不属于这里。什么？烟灰缸。烟灰缸有什么奇怪的？新鲜的咖啡渣子，昨天晚上磨的。但是就算你见过有人在自杀之前花了半小时磨了一杯咖啡，他也不会把咖啡渣子放在这个再也不会用的烟灰缸里面。那他为什么要把烟灰缸放在这里？当然是为了掩盖真正的吸烟区，转移注意力呀。那你说的吸烟区在哪里？是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儿的呀？哼，你是不是摔出什么特异功能了？你看那美国大片里边超级英雄全都是大难不死得到了超能力，像那什么蜘蛛侠、蝙蝠侠、神奇四侠，你算什么侠？你见过有人自杀前把院子里面的花草树木全都修剪好再浇上水的吗？然后再去自杀？还说不是特异功能，什么都知道。哼，那我问你啊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哎，你怎么把我分析那么透彻呢？从你的身手和站姿很容易看出你是警察。嗯。而当时欣然碰到杯子的时候，你之所以可以反应那么快，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都在白欣然身上，你以为他要追求你。这不算。那三个女大学生呢？头发呀，发色从你身上的发丝不难看出。至于知道为什么是大学生吗？因为你的钱包里面有一张停车券，停车位置显示的是城七大学城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为他们都想追求你啊？嗯，是你幻想出来的。不可能！你还知道什么你？
你的口袋里面插着一支价格昂贵的钢笔，这支钢笔和你的着装风格格格不入，款式这么老气，你自己是不会买的。应该是你上大学的时候有人送给你的吧，因为笔盖上面刻着赠送日期2005年6月，笔身上面的摔痕说明你们曾经吵得不可开交。你从来都不用这支钢笔，但是你还把它带在身上，说明你跟送你笔的人关系不一般。笔身上面还刻着原来钢笔主人的姓氏 W， 只能是你父亲了。你的钱包里面还藏着一张崭新的至尊白金卡，这种卡只针对高端消费人群，你却把它放在最里面的夹层，应该是你的母亲硬要塞给你，你却一次都没有用过。你的胳膊上面还有被下水井盖卡住的勒痕，应该是上个礼拜下雨的时候有居民的东西掉下去，你去掏的时候留下的。一个被派去掏下水井盖的警察，持枪的场合是从来都不会派他去的，所以你应该还没有掏过枪吧。你一定是想追我，要不然你不可能这么分析我。哎，你要想追我，你就放马过来，我接着，啊，嘿。黑色的轿车跟在我们后面，看见人脸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再睡会儿，快快快，我等你。算了，我这样整天做梦也不是办法。我明天去找周医生聊聊。也行，去他那儿做个梦，兴许还能梦点什么线索，是吧？做梦啊。有一个秘密，我一直没告诉过你。什么秘密啊？其实，你是我的第一个病人。因为当时，自闭症治疗是门很冷的学科，老医生都不爱接，所以就把你划到了初出茅庐的我这儿。可是，你当时给人的感觉很专业啊。硬着头皮上呗，其实我自己啊，一点底都没有啊。
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特别抗拒催眠。苏唐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白医生，怎么样？魏警官，林医生体内没有镇定剂成分。怎么可能？那棉絮上 DNA 呢？棉絮上的 DNA， 据苏唐推断，是过滤嘴的残余。我试图提取 DNA 与林医生及其他人进行比对，结果非常奇怪。你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窗外雨很大，你看向窗外，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有一辆车，它跟着我们，黑色的。苏唐，你能看到那辆车的车牌号码吗？我看不见。别紧张，放轻松。苏唐，车里有一个人，你看到了这个人的脸，告诉我他是谁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车上的雨刷刮得很快，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他在开车。告诉我他是谁，苏唐。
我看不见。苏达，放松，相信我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告诉我，你都看到了些什么？你好，周医生，找下苏糖，谢谢。啊，你等一下啊，找你的。喂。哎，苏糖，检验结果出来了，林海体内检测不到任何镇定剂的成分。白生提取棉絮上的 DNA， 它竟然没有人的特征，看来这次我们真的是断线索了。张队通知我马上销案。因为董小千也是你杀的。董小千又是谁呀？苏糖，我知道这件事对你的影响很大，你难免会胡思乱想，可你也不能拿胡思乱想当真啊。你要想当侦探，讲话必须凭证据。车祸那天的黑色轿车，车牌号码我看见了，是 A7301。你是怎么怀疑到我的？